死了，终于回家了，快抱着。你的妻子到了娘家也会。妈，我要喝可乐，冰的。好好好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来来来，可乐来喽。妈还特意买了你最爱吃的水果。妈，怎么没剥皮儿啊？好好好，妈这就给你剥。变成了另一个人吗？仿佛从踏进娘家大门的那一瞬间，妻子所有的好脾气都被关在了门外。吵死了。哎呀妈，妈的错，妈的错，你赶紧再去睡会儿，等你睡醒了妈再做。你能不能对妈态度好点？你在家不是不这个样子吗？我在家就这样。不是你只剩下了任性和挑剔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妈还没动筷，你挑来挑去妈怎么吃啊？哎呀妈，你这虾都没剥壳我怎么吃啊？哎呦，妈一会儿该不高兴了，你别这个样子。妈你别来，李辉你也吃。哎好妈。好吃不辣，酱香味十足，比外面饭店的还好吃。好吃吧？我知道你不能吃辣，特意用了这个酱香香锅料包，用它做出来的味道口感不辣，好吃过瘾，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对了，现在直播间有活动，9块9发三大包，超级划算。嗯，那还真是又好吃又划算呢。哎，我吃饱了，先睡会儿。哎，不是，这妈忙累了一天了，你怎么不帮妈收拾一下？要你管。没事儿，让他睡去吧。哎妈，你放这儿吧，我来，你先吃饭。妈，其实笑笑平时不是这个样子，他在家特别能干，你看孩子呀也带的特别好，不知道为什么来娘家之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呀不是回娘家变了个人，而是嫁到林家才变了个人。哎，好球。哎，你别往地上扔啊，不是刚扫完。哎，漂亮。还有你这衣服能不能放洗衣机啊，这都馊了。你烦不烦呐？不就扫个地洗衣服吗？这不家庭主妇该做的事儿吗？你哎，大半夜哭什么哭，烦不烦呐？孩子应该是又饿了。饿了你出去喂啊，你不去别人还睡呢。李辉，笑笑很久没睡这么安稳了，她在你们家已经够辛苦了，我只想让她回娘家变回小姑娘，轻轻松松地享受父母的照顾。在我这她只是我女儿，而不是谁的妻子谁的儿媳。李辉，我不要求你和我一样带她，但是有空的时候多带他回家看看。妈，帮我梳下头发吧。老婆，之前呢是我不对啊，我向你道歉。以后啊，家务我们共同承担，好不好？还有啊，这几天我们在妈家再多住几天，妈做饭很好吃，我还没吃够呢。哎，我来，你歇着，我来。